器官在逐步的反射区。感觉器官，它主要包括鼻子、眼睛、耳朵及耳后的内耳弥路，还有镜像。以及呢，去盆点、失眠点。鼻子这个器官，它有两层意义。第一，它是呼吸系统的门户；第二，它是有嗅觉能力啊，嗅觉器官。鼻子的反射区在双脚拇指的内侧。双脚拇指腹的内侧，这两个位置是鼻子的反射区。鼻子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内侧，在大拇脚趾腹的内侧，在这个位置。从指尖一直到指甲的根部，这个方面是鼻子。按摩的手法呢，是用拇指腹的前端平压，然后操作一个手固定脚，脚趾头固定好以后，另一只手拇指腹的顶端压在反射区的位置上。这个反射区适用于鼻炎、鼻窦炎、过敏性鼻炎，另外可以治疗打鼾，还有嗅觉不灵敏，耳内是听觉器官。它主要呢，能够把外界的声音通过鼓膜传导到内耳，然后呢传到大脑。耳朵的反射区在双脚的第四、第五脚趾，第四、第五脚趾。耳朵的反射区，它位于脚的第四脚趾、第五脚趾的根部，准确的范围在这儿。还有脚掌这个根部，从脚趾的一直到脚掌根部，脚趾到脚掌根部。另外，脚背上呢还有一节，就是第四、第五脚趾这个指关节中间的位置根部，这里有一节这位置。下面呢，看我具体操作。先做呢，脚掌那面，一个手握脚，另一手呢。用这个单四指扣拳法，拔呀，这个可以呢适用于呢耳聋、耳鸣、中耳炎。耳朵反射区的另外一个敏感点位于脚的背部，第四、第五支持关节的中间部分。这个做的时候，一个手赤脚，另一手的拇指扶的尖端顶部按住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内耳迷路，内耳迷路，它在内耳内耳道，内耳道骨石这个中间有很多弯弯曲曲的管子所组成，所以称为迷路。
它主要是把声音传导起一个声音传导的作用。另外呢，还有呢，掌握平衡的作用。内耳迷路的感觉区位于脚的背部，第四、第五指趾关节的中间。内耳迷路的感觉区位于足背，也是在第五指趾关节的下方。它的按摩手法用单四指拐压法。拇指在下方固定，四指弯曲，放在这个两个骨头中间的间隙当中压住，然后向脚趾方向用力按压。这个感觉区主要治疗眩晕症，也就是梅尼尔氏症。这种晕船、晕车啊，都适用这个感觉区。眼睛是视觉器官。它是用来看一切事物的。眼睛的反射区位于双足底的第二、第三脚趾的根部，第二、第三脚趾的根部。眼睛的反射区位于脚掌的第二指骨、第三指骨啊，它的根部。从脚趾一直到这个脚掌的根部啊，这个面，这是一个敏感点。另外一个敏感点位于呢足背啊，二三指趾关节的上方这个啊前期部分。下面看我操作，一个手呢握脚啊，一定要把脚趾头呢撑直啊撑直，然后呢也是用单四指扣肩法。这个反射区呢，适用于呢治疗眼部的疾病，比如近视、远视、屈光不正、视神经疲劳、流泪、休光啊等等。镜像。前面为镜，后边为像，所以总称为镜像。它主要是头和躯干相连接的部位。镜像的反射区位于拇指横纹这个位置啊，拇指横纹上，拇指下端的横纹。我们做的时候手法是两个手指头啊，像个钳子的分别放在脚趾头的内外侧啊，内外侧，然后呢做一个180度的按压。按压以后不要马上松手啊，不要什么，马上一提，做个牵引动作啊，牵引动作。下面再说一遍啊，拇指食指分别置于脚趾头的内外侧，推拉180度，然后牵引啊，牵拉一下子。这个反射区它主要治疗颈部的一些疾患，你比如颈部的疲劳症、落枕，以及肩部肩关节周围炎、梗椎病啊，都要做这个反射区。失眠点的反射区位于双足底的根部，根骨的上缘，
中古的圣人。他的手法用单十字扣钱法啊，但是呢用这个关节顶部啊做按摩，所以位置找好以后，把这个关节放在位置，另一手扶脚固定好以后，然后向前方施力。这个反射区它主要是治疗失眠、头疼这些症状。去痰点，点的位置位在足背、踝关节、上下三淋巴线，这叫连线的终点。我拇指骨，哎呀。这个呢，它也是呢一个治疗一种症状啊，你比如咳嗽、痰多、咽部不适啊、咽喉炎，都可以做这反射区。第十二集，内分泌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。内分泌系统，脑垂体、甲状腺、甲状旁腺、肾上腺，还有扁桃腺。脑垂体，脑垂体，脑垂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腺，它位于大脑顶部啊，顶部，顶部的下方，它重0.5到0.7克，它主要的内分泌腺有生长素啊，促进人体生长的。第二呢，有属性激素，能够促进人体性的成熟。更重要一点呢，它能够影响其他腺体的分泌。你比如说，它能分泌甲状腺刺激素、肾上腺刺激素等。脑垂体的反射区位于两个脚的拇指指腹上的最重要的位置啊，最重要的位置。脑垂体的反射区位于脚底部啊，大拇脚趾的脚趾腹的正中央的位置，中央的位置。手法呢是用单十字扣钱法，用这个关节顶部，一个手固定脚，然后呢用这个关节压了一个部位以后，用力地往下压一次、两次，做3到5次。这个反射区它适用于什么呢？适用于内分泌紊乱啊、妇科疾病，比如月经不调啊、不孕症啊、痛经啊，还有男性的性功能低下，另外呢可以呢，小孩可以治疗他长个儿啊，长身高，增加身高。为了让小孩聪明，可以呢也多做这个反射区。
甲状腺。甲状腺位于喉的两侧，它的重量是20毫克到40毫克。甲状腺呢，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呢，它的主要就是维持人体的正常的发育和成长，还有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主要对骨骼系统、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成长起主要的作用。甲状腺，甲状腺的反射区位置在第一指尺关节这位置，它的周围围绕这个直尺关节啊，一个形成一个直角，也就是说在直尺关节和第一指骨和第二指骨这两个中间的位置上。这是甲状腺反射区，甲状腺的反射区它位于第一直尺关节啊，直尺关节这关节部位，它的从下方开始到第一和第二脚趾骨的缝的位置。它的手法有两种，第一种用拇指俯推啊，压住以后向脚的外侧到这个关节了，开始手脖子往前压，手指头立起来，顺着这个骨的间隙啊，间隙往上推，一直到两个脚趾的根部按压下来。这个手法呢是用的拇指骨推压法啊，拇指骨推压法。它的适应症呢就是胰腺内分泌啊，内分泌系统紊乱的，比如啊促进那个生长啊，骨骼的生长，神经系统的生长，还有甲状腺疾病、甲状腺亢进、甲状腺肿等等。甲状旁腺，甲状旁腺它的位置在甲状腺的后叶的啊，在甲状腺的后叶上下呢各两对儿。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维持和平衡体内的钙和磷的平衡，如果它出现了问题啊，内分泌失调了，人体缺钙就能产生抽搐啊、心跳过速等一些症状，如果把它摘除，人体就要死亡。甲状旁腺的反射区位于双脚的内侧，第一直尺关节啊，这关节这是那个上面，第一直尺关节，也就是这两个粗笼部分啊，有个粗笼。它的按摩手法是用双指承压法。我们把中指放在两个脚的指头的中间，起个固定的作用。右手握脚，右手的食指弯曲，啊，放在这个直尺关节的下方，然后呢向上滑动，然后手按下来。再说一遍，这个反射区。它的主要生理功能呢，主要是调节人体的钙和磷的平衡。肾上腺，肾上腺的反射区位于肾脏的上端，啊，肾脏的上端。左肾是个半月形，右肾是个三角形。它主要分泌有皮质激素和髓质激素。皮质激素它主要是维持体内的水和盐的平衡，还维持糖和蛋白质的平衡。髓质呢，它的激素呢能够使血管收缩、心跳加快、血压上升。肾上腺的反射区
位于肾脏反射区的上方啊，肾脏反射区的上方，也就是增茂肌那个人字那个位置上啊，增茂肌的人字位置上。从骨骼来讲呢，也就是在第二第三指骨啊，第二第三指骨中间。这个手法呢，用单食指扣拳法，单食指扣拳法，用这个关节的顶端施力，迎手握脚，迎手关节，手心朝上啊，压住，压住以后啊，压住以后，力度顶下去了以后，略略的往上提一下子，这力度啊，压住顶住以后，施力以后往上挑，挑的。这个反力不要过大，不要过猛啊、嗯！这个反射区，它的适应性非常广泛，它有消炎的作用，有止喘的作用，有抗过敏的作用。扁桃体，扁桃体它位于口腔咽喉部。它主要功能是分泌淋巴细胞，增强体内的机体免疫力。扁桃腺的反射区位于足背、大拇脚趾，也就是第一举尺关节的上方。我们做的时候啊，用这个两个拇指的前端，拇指前端。放好以后，然后向下施力按压，它适合于呢咽炎、扁桃前炎、扁桃腺化脓。另外呢，它可以呢经常做它呢，也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。第十三集，运动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之一。人体的运动系统包括肌肉、骨骼和骨连接。有上颌骨、下颌骨、肩关节、肘关节和腕关节，这是上肢部分啊。往下肢来啊，这是胯关节。胯关节的下方是膝关节，膝关节的下方是踝关节。还有肋骨啊，肋骨呢有十二段啊，人体有十二段，它主要保护胸腔的脏器。上颌骨，上肢反射区位于大拇脚趾头哈，拇指足背骨，在这个关节啊，关节的上方。做的时候呢，可以呢，一个手固定啊，另一手的拇指腹、拇指尖啊，把肩的前端推压。它主要呢治疗呢牙的疾病啊，牙髓炎呐、牙周炎呐、龋齿啊，
下颌骨。下颌骨，它在呢脚拇指的足背的关节的下巴，嗯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关节的上方是上颌骨，关节的下方是下颌骨。手掌呢，也是一个手固定脚，另一手的拇指前端，嗯，来推推呀、啊。它的治疗呢，治疗下牙啊、嗯、下边的牙齿一些疾患，比如牙周炎呐、牙髓炎呐，还有龋齿。肩胛骨，肩胛骨的反射区位于足背第四趾骨和第五趾骨中间间隙，从支持关节啊第五支持关节向下推，一直到股骨，这就是肩胛骨的反射区的位置。用双拇指骨推下巴，首先把双拇指的指骨固定在支持关节的部位啊、嗯、部位，然后向下推，一直推到股骨这个位置以后，分小叉。这个反射区它适用于呢治疗肩关节周围炎、梗椎病、肘关节疾病啊、嗯、上肢的一些疾患和梗椎这些疾患、肩部疾患都可以。这是肩胛骨的反射区。肩关节，肩关节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外侧，第五直尺关节啊，第五直尺关节的上方。这个做法啊，一个手固定脚，用食指单食指扣肩法，这个反射区呢，主要适用于肩关节的一切疾病啊，肩关节挫伤啊，肩关节周围炎，以及梗椎病。肘关节，肘关节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外侧，第五趾骨末端的粗棱部分，这就是肘关节。请看我的操作，手握拳，伸出两个手指头啊、嗯、食指和中指，手要张开，这个张开的距离要根据这个骨头大小而定。如果这个突出部分啊，这个粗棱部分特别大，那么我张的范围就要大一点，如果小，我们就可以这个张的口呢要小一些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不要直接施力在骨头尖上面，避免骨膜所伤。看我操作，这个关节啊，适用于呢肘关节挫伤、网轴炎以及半关节疾病都可以治疗。用这个两个关节尖放在两个这个粗笼部分的上下，然后呢顶压。膝关节，膝关节，膝关节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外侧，它位于呢跟骨下方。膝关节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外侧，
成外层，也就是股骨和根骨啊，它的下边，骨手，筋膜，这是一个月牙形的一个孔。具体操作，一个手握脚，另一手呢握拳，食指伸出，也就是单食指扣拳法，用这个关节的顶部使力，放在这个股骨的下方，用力的往下顶压。这里面主要治疗膝关节炎、髌骨外伤，还有下肢的一些疾患。髋关节，髋关节的反射区有两个位置，第一个位置在脚的外侧，踝关节啊，踝骨的下缘，半圆形，下缘半圆，这个位置就是髋关节的反射区。髋关节的第二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就是踝关节的下方，半圆形，沿着髋关节的下缘半圆形。那外侧的踝骨的下半部半圈，这半圈，大家看我操作一遍，用拇指腹。这个呢，主要治疗呢髋关节啊及一些疾病，你比如是股骨头坏死啊、股骨头外伤啊。髋关节的另外一个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髋关节的下方啊，这个位置具体操作请看啊。一个手握着脚，另一手的拇指腹印到踝骨的下缘做半圈的滑动。肋骨，肋骨的反射区在足背，它拥有两个点，一个点是在周状骨和股骨这个关节部位，第二点是在周状骨和第一楔状骨的关节部位。用两个拇指指腹，左手固定在股骨啊，股骨就是上缘，右手固定于第一楔状骨的位置上。看到啊，用拇指腹按压。我们在这儿指的肋骨，并不指肋那个硬肋啊，而是指的是第十一、十二的软肋。它主要治疗肋神经炎、第十四集，运动系统在足部的反射区之二。在你的背部有斜方肌，整个是颈部和肩部组成的两侧斜方肌，肩胛骨是一个三角形的骨头啊，叫肩胛骨，它位于第二、
A 股和第四一类股之间，它主要保护后背部，它的颈部有颈椎是七点，颈椎往下数第十二节是胸椎啊，这段是胸椎，一共十二节，再往下是腰椎，腰椎一共是五节，腰椎的下方是骶骨啊，骶骨的下方是尾骨。斜方肌，斜方肌的反射区位于脚趾的下端，脚趾的下端，也就是脚掌的上缘，脚掌的上缘，肺子反射区的上面，肺子反射区的上面。按摩手腕，请看啊，一个手握脚，一个手握脚，另一手的啊用单四扣水板，从第五支持关节开始向内滑动，这个位置主要治疗适应于什么呢？梗椎疾病、肩部疾病、背部疼痛。注意一个反射区啊，不能超过这个第一指关节，第一支持关节啊，不能超过这个位置。颈椎，颈椎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也就是第一支持关节这个根部，也就是第一脚趾的横纹的啊，脚趾的横纹的顶端。这个手法可以用前压法啊，前压法，中指在两个脚趾的后面中间固定，食指放在反射区位上，然后拇指压在食指上，这样做按摩。注意啊，要求力度要适中，因为这是敏感区，这是一种手法。也可以呢，用拇指尖胸椎，胸椎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在足弓的下缘。胸椎的反射区最在哪呢？主要在指骨啊，指骨，从指骨一直到斜上骨。它的按摩手法，一只手固定脚，用拇指推压法啊，用拇指推压法。首先呢，固定在支持关节的下方，然后向下推，一直推到第一切断骨的，就是这段啊，这段，这根骨有个骨头尖啊，这就是呢第一根骨的下端的粗隆部分。它的适应症有胸椎的骨质增生、胸椎的肥大性胸椎炎、腰椎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从股骨一直到肘上骨，一个手四脚也是还是用拇指骨推压法，从胸椎这个位置接着往下推，腰椎，它的适应症治疗腰痛、腰肌劳损、腰间盘突出症。
骨。第五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周状骨一直到跟骨，啊，周状骨一直到跟骨的前方。骶骨的反射区位于脚的内侧，在腰椎的下方，周状骨开始啊，周状骨一直推到跟骨，跟骨的内侧缘啊，跟骨内侧缘，这是骶骨，骶骨反射区的位置，它主要适应于腰底部疼痛、坐骨神经痛、腰底下关节疼痛。尾骨，尾骨的反射区有两个位置，尾骨内侧位于脚的内侧，就是跟骨的内缘，从跟骨结节向下，然后跟骨的内缘。尾骨反射区的另外一个反射区的位置在脚的外侧，从跟骨结节向下，沿着跟骨的下缘，这个位置就是尾骨外侧。尾骨的反射区也是两个部位，首先我们看尾骨的内侧反射区，它位于脚的内侧，从跟骨结节开始垂直下来，然后沿着跟骨的骨缘这一段，就是尾骨内侧反射区。下面看我操作，一个手托着脚，这是用是单食指拐压法，就是食指伸出弯曲用侧面，主要找用一点的在这个位置。下面看我操作，拇指固定，食指放在跟骨的上方，往上方，然后用力地向下划一条直线，直线，然后沿着跟骨的内缘它适应于尾骨的外伤，同时呢也可以治疗盆腔疾病，比如盆腔炎啊。尾骨的另一个反射区在脚的外侧，也就是在跟骨结节垂直下来，然后沿着跟骨的外缘这一条线，就是尾骨的外侧。下面看我操作，也是单食指拐压法，手握前食指伸出弯曲，用的侧面，施力点在这个位置，拇指在脚的固定好，然后食指侧面放在跟骨结节上，跟骨结节用力垂直下来，然后沿着跟骨的外缘它的适应症和内侧是一样的。
第十五集，足部按摩的基本要点。前一段向大家介绍了足部64个反射区的按摩手法和它的位置，下面我按照作者的顺序给大家重新复习一遍。足部按摩的要诀，首先呢，在做脚之前呢，要首先检查心脏。检查心脏的目的呢，主要是一是检查心脏的这个正常情况，另外一个呢是给客人一个力度啊，试验力度。检查心脏呢，它的这个要诀啊，就是检查心脏三部曲，先轻后重，有秩序。比如就是心脏的反射区，先用轻的手法推一推，看看正常情况，然后呢，用中度的力度试验一下。如果客人能承受了，会需要力度更大，再加重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呢，检查心脏的三部曲，先轻后重，有次序。心脏检查完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做呢这个泌尿系统。为什么做泌尿系统呢？因为我们做脚啊，它是排毒啊，排毒主要从泌尿系统排出来，所以呢，先做肾脏，先做泌尿系统，先做什么呢？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，这个需要想记的牢，或者是有这个要点呢，可以怎么记呢？两点，两个点，加一线，加一线，开门、关门各三遍。现在都给大家操作一下啊，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，一遍，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两遍，肾脏、输尿管、膀胱三遍。所以呢，泌尿系统是两点加一线，两个点加一线，开门、关门各三遍。开门以后呢，咱们呢就做从上面开始做了，做脚趾头啊，做脚趾头。先做呢额窦啊，额窦，额窦，十个脚趾都要做到。这个记的要点呢，可以这样记啊。叫脚趾头多揉揉，多揉揉，头疼失眠不用愁。说明啥呢？这些脚趾头呢，它特别是两个拇指，是主要是神经系统的啊，调节神经系统的，所以呢，失眠头疼不用愁。这个做完以后呢，要做这个头部的其他反射区，先做脑垂体啊，脑垂体。脑垂体，脑垂体做完以后做三叉神经小脑前脑干，三叉神经小脑前脑干，做完以后呢做鼻子，鼻子，我这个方法是按照顺序做的啊，鼻子，鼻子完做头部，头部做完做镜像。镜像，镜像做完了以后啊，做甲状旁腺的颈椎，甲状它俩这一条直线联系做完了，两个反射区做完了，甲状旁腺的颈椎，做以后呢，做什么呢？甲状腺，甲状腺，全做以后就是什么呢？做眼睛和耳朵啊，这眼睛和耳朵，用拇指助推也行，可以用食指拐也行，是吧？这里是什么呢？这个要怎么呢？二三指是眼睛，四五指是耳朵，左脚
啊，这个右脚管左侧的眼睛，左脚呢管右侧眼。进山以后啊，就做斜方肌。啊，斜方肌。斜方肌以后就做肺子，啊，肺子，呼吸系统。啊，呼吸系统。呼吸的话，大家呢也有个窍门啊，可以记一些重点，就是肺子一横线啊，肺子是一横线啊，这样说一横线，气管呢一竖线，消炎止喘肾上腺这个位置，所以啊，经过呼吸系统有病的时候，不但要做肺子、气管，注意在肾上腺。这个出来以后啊，就做什么呢？就做消化系统了。先做呢，胃、胰腺、十二指肠。所以我们要做的时候呢，是三边成一片啊，也可以成小的，然后成一线也可以做啊。胃肠一刮一大片，小肠和大肠不管是吧？小肠和大肠不管啊，一刮一大片，胃肠一刮一大片。生腺系统呢，有这个生腺分两大部分，一个是妇科病，一个是男科病，两点。那么妇科要有病的话，大家记住，妇科有病要记住三大片。哪三大片呢？啊，这是肾的那个生殖腺一个面，外侧生殖腺一个面，另外要记住内侧子宫前列腺。一个面，啊，这三个面，还要记住一个大问题，就是呢，胸部，啊，脚背的胸部，还有乳腺，啊，乳腺，乳腺。有男科病的话，假如说这有前列腺肥大，可以呢记住什么呢？每天按摩内踝骨的，啊。下方就是内踝骨下方，就这个位置，啊，这个位置，前列腺要天天要做这个位置，对疾病和治疗预防都是有好处的。脊柱哪呢？是在足弓上，啊，脊柱在足弓上是一条线，从上往下推三遍，好，做一遍啊。脊柱足弓一条线。从上往下推三遍，肩关节、肘关节和膝关节，啊，这三个关节呢在外压啊，就在外侧外压。每处按摩呢用拳尖，什么意思呢？常老师啊，这个肩部用食指的第一指关节的尖部啊，尖部，肘关节也是用这个食指和中指的。骨头尖啊，第一节指尖那个骨头尖这块，膝关节也是用指尖部，所以呢，叫呢，肩、肘、膝关节在外沿，啊，在外沿，每次按摩用拳尖啊，都用肩部，都是用这个拳尖啊，都在这个关节的顶部就可以了。左右脚反射区的不同之处。我们有两只脚，左脚呢代表左半身，右脚代表右半身，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，因为左半身有心脏和脾，右半身有肝脏和胆囊，所以呢左右脚的反射区也略有不同。颈部以上反射区特点。头部三叉神经、小脑基脑干、鼻子、眼睛、耳朵还有颈线，这些反射区它是交叉控制的，就是说我们右脚的那反射区啊，右脚的反射区它的器官在哪呢？啊，在左侧的头部啊。做个例子，你比如说这个眼睛，那么我们调节的它的这个对射的器官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左侧的眼睛啊，左侧的眼睛。如果我们做鼻子，发现这个位置啊，鼻子有一些疾患，另一只脚没有，
那么孙权呢，他这是左侧鼻子啊，可能有炎症。那么左脚的啊这些反射区，他所控制的器官在哪呢？是在右侧的头部啊，右侧头部，比如右眼啦、右耳啦，啊，或者右这个大脑的右半球啦等等。